你個靈魂是掌上神嗱，呢度咧係你自己都做喎，解開起身喺呢個座位上坐，你好似個心湧向神，哈利路亞開心，哈利路亞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，你一講嘅時候有個心湧向神，感謝耶穌同我哋一齊。 呼你主耶穌，我哋歡你嚟，感謝你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嗱，我想問下你兩位喎，嗱，我冇同你按手，你有冇覺得種平安輕鬆嘅感受啊？如果有嘅，可以講出嚟，冇用，緊要嘅，好嚇，好似喺一個空間啊！呢個即係話咧，其實你自己做都可以，當然啦，我企喺啲事務都係有分別嘅，其實神真係可以臨在嘅。 好，嗱咁我而家为你按手呢个渴慕，渴慕，按手人啊，主耶稣，多谢赞，哦，耶稣，赞美主，耶稣。 哈利路亚，哦，我哋好短嘅时间，耶稣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系我哋嘅团队都可以为佢祈祷下，耶稣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嗱呢一位姊妹咧，佢身体摇动咧都系圣灵带嚟嘅喎，你自己翻屋企咧，嗱两位其实两位都有摇动嘅。 你翻屋企咧，可以企喺埲牆嘅前面，離開埲牆些少距離，然後咧前面擺張高 pan 嘅凳，一跌咧向前咧就扶住佢，向後跌咧就拉住埲牆。咁你有咩幫助咧？即係留意到聖靈嘅臨在帶嚟嘅能力，咁你咧就即係呢個係一個敏感，幫你知道聖靈嘅臨在。咁你咧就日日咁樣做，越投入咧你就發覺越強嘅。 越投入就越强，主耶稣充满我哋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同埋咧，祈祷时咧，你感受到平安轻省咧，你就翻屋企好似有冇觉得平安轻松啊？ 有冇覺得平安輕鬆啊？呢個都係聖靈帶嚟嘅，就每一次祈禱都進入呢個狀態。